但是在我看来的话，这就是不尊重。如果不尊重的话，还是喜欢。很难受啊，那种心情，你想甩甩不掉，你过去跟他说，他也不听，特别艰难的感觉，给我喘不上来气来了。我最后一次警告，我不想再说了，然后下次还来，我直接我不是说了不说了，我感觉说了也没用。我当时心里好气，我真的感觉这种被冤枉的感觉真的受不了。我在里面吃饭，他们就在旁边站着看，瞬间吃不下了，就咬了很多。就是我一下，我一到那个宿舍，就整个人就很烦累的。这样的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原定的外景的那些拍摄啊，因为现在就是说有私生跟上了，就是一个是为了安全考虑，一个是为了保护隐私这方面的考虑，可能我们的那个原定的外景的拍摄的计划呢，可能会改一下，看要不要改成就是，比如说大家想吃什么呀，我们外面点过来，不的话，然后改成一个游戏室内的一个。还是室内能玩的游戏，我觉得都玩过了吧。室内，又是室内，室内，对，又是室内，怎么玩？多一点室外的不好吗？所以说实话，有点想打篮球。哎，但是有私生。你想想，人家打篮球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旁边有去体验一下重庆的太阳的火了。那这样，大家有什么就是建议提案吗？在南滨路上走一走。但是有私生跟啊。室内。打的话应该不会吧？你看上次我们去那个地方，哦，一群好多人，我们几个还不是进去了，还不是有人跟上的，都不知道怎么溜了。不是你再去哪儿，你就要在车上，车上他们安一个跟踪器，你到哪儿他们就知道了。这样我们下去找跟踪器拍一期，就在车底下，车底下全部都是这个。哎，我去一个，我去拿千斤顶，或者我们全部装行李箱去吧。哎，甩掉他们，装在行李箱里面。哎，我上次还真的想过这个。哎，我上次是我媳妇那个。买七辆自行车，骑了就跑。对，骑了就跑。你不觉得他们有时候跑得也挺快吗？就每次车对他们有跑。哇，我觉得这些人已经练出来了，他们已经不是两三年前的他们了。他们现在，我觉得他们倒着跑都比我快。对。我要不就有人跟着甩就行了呗。对，甩。甩开一期有关于这个的吧，要不啊？拍一期关于私生的，我觉得你虽然这个有点太狂了，但是我喜欢，我也喜欢拍啥？我觉得你想拍不是，反正他们也不怕不拍嘛，那他们拍我们，我就拍他们。哦，我懂了，想得有张哥，张老板厉害，张老板，我赞同，我觉得张远这个想法。其实是我想了很久都想做的东西，人还是保护一下他们的隐私，对吧？那就不拍他们，把它换成把他们甩掉，怎么办？可以，给大家谁先甩掉好吗？记住吗？但我们来看谁先甩掉。那我们就行动目标人太大，我们得分几组吧。那这样，那我们那个导演组商量一下，再给大家就是最好出去玩。对。在我们那个拍摄之前，我们先跟大家约定一下，就是首先呢，就是因为怕影响到路人和这些公共交通的安全，大家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好。其次呢，是不能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奔跑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先去顾两个安保。我们分成三组，
先后出发，然后我们的这个目标呢，就是尽量让尽量少的师生跟上你们，在一个固定的地点集合。分组的话，我们按照你们以前那个就是原定计划的分组 ，OK 吗？嗯，行。预估了一下，就是第一组、第二组还好，就是第三组的话，可能师生就猜到了要去到那个地方，所以你们先后出发的顺序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来嘛，来吧，石头聊我来，我来，相信我。你们，真源你可以吗？我拳王，你代表的是我们拳王，没事吧？你要是输了，我们第三组不可能输，好吧？没事，来吧，来吧，赢的先抢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哇！不，哎呀！第二可以，可以，刚刚好，没事。哦 ，OK， 没事吧？你要相信我，重新我很熟的。我们就不往回去靠呗，就玩回去。有时间线，他们这个好像还有点道理哈。等等，不能做交通工具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一下，他们车有钱吗？打车保障吗？我相信，我相信保障吗？那200不是给过你们了吗？都是，我就给了。有二百吗？有二，给过了吗？我都是给过了吗？我问你们，你们不是说今天给吗？有200块钱，你们有到吗？有到吗？你说你的吗？我看看。拿钱你怎么这样啊？我说我的支付里面怎么会多出来200块钱？就小刘最诚实，再加200。OK， 那就第一组准备出发呗。好了。祝你们成功！祝你们成功！再见各位，成功！啊，哎，好。我这我都没去过，从来没去过。直接出了车库门，我们不走大门，我们直接车库门下车，从后面小山坡上去不就没人知道了吗？前提是这才没人。没人我们就这样干。有人的话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。稍微让一下，谢谢。这个人好帅啊！真的。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。糟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们还要换衣服。真的换了，换了。换把衣服吧。新哥。我们直接先走会长的，可以吗？嗯。我怎么了呢？一辆吗？两辆？三辆？四辆？五辆？初中的时候，在我学校蹲我，然后我要回家，他把车门直接拉开不让我走。劝阻过，甚至我们还有报过警。发现其实这样子的人是油盐不进的。我们那个在那个后山那儿下。后山那儿下。喂，师傅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够了，走吧。他已经到了。到了，到了。你干啥呀？应该跟不上了吧？没有，又打到车了。没有。没想到，不然以为到那一通操作，应该可以后面，现在后面应该没有车，但谁知道刚刚居然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又打好了。哟，六分好长，还有40分钟啊。哦，对，还要到规定时间内到达是吧？对。没想到速度这么快。失策了。我们平常就是狂奔。等那个转盘自己走下去。对。走吧。谢谢。加油，快点。像猎险记一样。
师傅稍微快一点，麻烦。骗我吗？之前我们在车库，后面紧紧尾随我们的那辆白车，也是四声的，万万没想到。然后现在甩了这么久，我们身后还是有一辆车。掉了，凭借高超的车技，这会儿就已经准备快要到了，剩几分钟，还有三分钟。现在4:42，三库，4:42。哦，得车去。哇，好。在我看来，不管是这么近还是这么近，这就是错的呀。在你把你的手机打开的时候，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时候开着闪光灯，然后或者是晚上回宿舍的时候，我在不想看见你的时候你给我说晚安，这东西不就是错的？这东西需要什么界定吗？在我看来是需要某种规矩吧，是需要一些人出来告诉大家，这样子是很自私的行为，这样子是不对的。还有很多次他们是躲在厕所，我们进去上厕所，他们就在其他的隔间就听着。对，一到晚上，因为我们之前训练的特别晚，凌晨一两点的样子，因为灯都是暗的，就是门那儿，门不是有凹槽吗？他就站在那，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就这样盯着我。你能想象吗？一回头一个人这样盯着，就是太绝了，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当时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有 去找工作人员，就很害怕很害怕，怕他突然拿出把刀什么的。有小孩我立马就不管后面有多少人我都会停下来，我真的很害怕碰到别人或者踩到别人。很多时候只要不是让我太开心的事，我一般开心不起来，长期累积下来。一到晚上如果在公司训练的话，我精神会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，因为怕有人。因为你如果万一啊，我说万一这个人不是死神，他出来的是一个杀人犯，那怎样？我还以为他是死神，不去防备的话，只是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话，那我怎么办？就很吓人这种东西。就是客厅那个门，但我也没出去，但是我很明显的听到，绝对是外面那个门开了。哦，那个门绝对是开了，有人在按。连尊重这个前提都做不到的话，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是被我严重的排斥在外，或者说我其实很讨厌这种，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沟通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是觉得
这样真的很危险。然后第二是觉得好不容易回一次家，请让我回家。对，第三是觉得自己很委屈，对，因为太气愤了，太就很生气，那种无法控制的生气。还有一个呢，真爽。你们怎么样？还有一个呢？你们怎么样？有多少个？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。走吧，我们直接走吧。Let's go。我们直接跑到 B 四不行吗？累死你，十八楼。我们练的不是你跑到 B 四，你一会儿还要跑。你等会儿还要跑。算了。那让给游戏参加一些去，说不定出来就看到我们。看到对多。但他们觉得我不会坐车到那个。一楼，走，给游戏增加了一点趣味性。真的接不下去。在楼梯。我们直接到 LG 看有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有人的话我们就还是下 B 四，没有人我们就直接从 LG 出去了。现在越来越紧张了，我怕是因为在 LG 停了很久，我怕是他自己进去了。过来，好。没有。如果有人，我们就下 B 四。保佑我！这个是真没挑战性吗？至少我们算是成功了吗？好了，完美，完成任务。不是吧？完成任务是吗？那么久，那个是吗？是，有这么巧吗？我现在在那个后面，对，然后你就把车开，你们过来一点，过来，别扭车就行。刚刚他说有一堆人好像往那个车库涌。但是可能谁都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在 LG 就下了，你走到那边然后打车，从来没一开头就甩得这么干净过。对呀、啊、这应该是
我第一次在公司甩掉人吗？然后太巧了，你知道吗？正好我们按电梯的时候就有宿舍在那儿等着，是不是？幸好我们让新哥到了 B4，要是新哥不到 B4的话，今天也甩不掉人。你打的这个车吗？对啊。看一下你。哎呀，是对的，他定的位置。江北区不应该怎么？就是这边，就是这边，江北就是9，我们最多3个。哎，不要立 flag， 还没到时间。你这个 flag 定太早了，好吧？万一是4个呢？除非有些人那种。什么逆向思维、极限思维？对，除非是极限思维的出现。极限思维就是我直接在这边蹲着，看有没有其他人过来。对，所以你们已经胜券在握了。我觉得是差不多，除非新哥现在出现在我们后面。除非新哥说：“嗯，我也跟你们去混。”我猜我盲猜一个人。就是这么霸气，这边他们都是那个人，那我管，就是这么霸气。因为下面有一个人，看到吗？很好吃。啊！不、哦！你看。心里也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，但是我不凶他，他们又有时候不当回事儿，所以说心里就挺纠结的这事。然后上次我也发了一条微博，后面跟你辆车一直跟到你家，然后你下车之后马上拿出手机来怼着你拍，对吧？直接去查，我们就把我们电话号码查出来，然后给我们打电话，给我们发短信。包括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不能接受的，就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去赶对方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困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也不能对别人做什么，你也不能赶他走，你也不能怎么样的，你只能去劝他，就感觉自己我们天天也在训练嘛，就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我们，更多人喜欢我们，然后就是也为了能对得起看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那些粉丝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在努力着，但突然会发生那么多的就是负面行为，就是感觉自己没有做错事，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有不得不去就是背那个做错事的那个责任，就感觉心里还是会挺冤枉的。关于增加曝光度什么，平时我们都戴个帽子戴个口罩，脸都遮得死死的，一身黑蓝，你拍了能拍了然后给他发出去了，这叫个啥，脸都看不清楚。别人能拍是因为你别人家秩序好啊，去录那个跨年晚会的时候，因为那家酒店呢，它是相邻的两个房间中间是有一道门的，就那个门可以打开到另外一个房间去，
然后我就怕那个门突然被打开，虽然说已经锁好了，给我，然后我还在那儿抵了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是谁在敲那个门，我起来，我以为是我大门响了呢，我说谁一点两点来敲我啊？好像有四五个女生声音吧，反正就很吵，超级吵，当时很生气啊，然后给鑫哥打电话，然后让鑫哥过去敲他们门，叫他们安静一点，因为很早要起床。这种事情，你要是因为这种事情影响到我的状态，导致整个团的表演不好，我心里会很愧疚。不要一边嘴上说着什么，哎，要抵制，要怎么怎么样的，然后一边，今天他这套衣服有点帅啊，今天这个脸又怎么怎么样的那种，就还是希望大家能够，既然要做一个事情，就做得坚决一点。为什么别人能拍你们不能？那别人有秩序，为什么你们不能？是啊，我也不想在机场狂奔啊，我那是我第一次，我前几天在重庆，我实在是走不动，就是被挤的，因为就像四个那种那个安保人员把我这儿拉着，然后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我后面，但是我鞋带也掉了，把我被踩了一下，我倒下去了。相互尊重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是不可以拍的。是不是这十几天来第一次比较轻松的回来？一会儿你们肯定没了。对，是吗？因为都知道那儿了。喂，怎么了？我们去另外一个集合点吗？真的吗？我们认为就是甩丝绳，只要在楼下就不，只要去那个目的地没人跟，我们就可以随便吃一个好吃的，然后当包装。真的？必须在那边的。要不跟我们一样吧，而且那边听不到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试试，走呗，给他们打一波掩护。走吧，我们走啊。一会儿回来带点吃的啊。没问题，都好了。好兄弟，犒劳一下。我如果酒店没有人的话，我下去帮他们吸引了，我去先看一眼，如果没有人，我先让他们下来，要走酒店走，不就好了吗？如果有人，我直接往下面走，把人带走了，不也就好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想法。是吧？还是不走十八楼呀？我就不管你们了啊！不是这儿，不是这儿，等会儿。有人？不是吧？谁呀？我们躲一层，哎，躲里面不换，不换方法，不换方法，让他们走吧，随时联系啊。你可以先把相机拿下来，灯光也拿下，有人。要不是今天带了摄像，我跑得更快。
要不是为了等你们，那简直快惨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完全没问题，差不多了。是不是跟着我前所未有的刺激感？是不是跟我特别放心？对，这会不会是跟车的王浩浩？这就是我练会的本领。去吃饭，然后就是后面就一直有粉丝跟着，我们怎么甩也甩不开。每天训练回家这么累了，然后还得看到，就是还要来拍你的人，我好累啊。我真的不想被拍，我会多多发微博来告诉你，告诉你们我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，但是请不要窥探我们的私生活。我最烦的行为就是跟我回家玩。那我们这次回重庆的时间蛮长的，你这段时间被私生跟到的频率100%。我现在已经特别开心了，好吧。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，对，真的。然后你还想去其他地方？你想去哪逛，我都可以带你去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对，这个好像三里屯啊，太。我前不久才来这边买过东西的，跟我妈来逛超市，因为下面有个永福超市。这都酸辣粉很好吃。然后你知道我以前幼儿园在哪吗？我幼儿园在那里。前面就很多吃的，到了吗？差一点点，几百米吧。如果在这儿有人跟的话，那我只能跑了。你跟着我跑，你绝对不可能丢的。应该是味道吧？那我点了鸳鸯，如果你吃不惯的话，你也可以吃鸳鸯。好兄弟，好兄弟。爱牛爱牛，么么哒，爱牛。这啥鸭肠？不是，这是菌子。那你不喜欢吃肠吗？吃吃吃，来，都给你了。啊，你的你的你的，我给你抢。护食。危险发言。开玩笑。嗯。再出去打篮球呗。打篮球你会认识很多朋友。我经常摸黑打篮球，我觉得那种感觉贼棒。是因为你到底是有什么意义的？都没有事儿做。来干杯！是这个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巨好吃。再出去打篮球呗。去打篮球。今天的天上都没有星星。卖艺吧，弹唱。今天都没有太阳。晚上要什么太阳？师傅。走。走。
啊，怎么十一点了还要出来走啊？上火锅了。我们都是吃了是半个时臭油臭的，大半个油油味儿。他说我几个同学都在，然后还有几个女的在，就是四声。那就算了吧，那我就回家了。是不是很厉害？走吧，走吧。拜拜。我球你给我发。放首歌，纪念一下今天的好心情。心情非常好。听歌，听一首歌。哎，今儿手不知道怎么了，好痛。我们是做别的课程。今天走大题。